众多热门赛事，精准球赛分析。大家好，我是读球小宝贝，今天带来中超上海绿地申花对上北京中赫国安。上海申花是超传统强队，近年实力逐渐颓化，不过球队触底之后大力引援，效果尚可，目前暂列中超第十二。北京国安是超传统强队，但该队近几年都是虎头蛇尾，本赛季依然如此，对抗能力欠佳，目前暂居中超第三。本场比赛开出客队让半一，以两队近况相比，客队实力上算是略胜一筹，本场宝宝更加看好客队哦。本场推荐北京国安减0.75。今日分析结束喽，想获取更多赛事推荐，请添加我的微信 life176666。有其他意见与想法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哦。